现在不是休息日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协商。花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，现在协商，协商怎么样？大家有没有意见？大家没意见。进行第一条。那进行第一条。名称是什么？第一条要念吗？不是，就从这里开始，这一列开始名称。这个要念吗？不用念。第一条没意见。名称。好，名称要念了。不是，就说先。没有名称是花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。各位有没意见？没意见。有意见啊，他说有意见。谁有意见？都跑掉了。谁有意见？有没有意见？再问一次。没有啊。问题是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因为他们没有都跑掉了，就等于是你什么活见鬼啊？没有人讲有啊，谁讲有？有的过来，请举手。没有啊。他们全部跑掉，没有。然后呢？就第一条了。好，第一条有没有意见？没有还是有？没有。天才，你不要讲话了，你讲话很像有跟没有差不多。第二条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第三条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第四条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第五条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第六条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第七条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第八条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第九条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第十条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第十一条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第十二条没有了吧？嗯。啊，这怎么样？协商结论呢？然后呢？协商通过条文法案名称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，并建请院长召集协商。那我就先走吧，他们坐在这边好好讨论一下。我就离开了嘛，你们跟部长好好讨论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散会。部长。